工商之力子你也踩，没有啦，我练太慢了。我们这边对面是甲克斯江狗，鳄鱼上路，哎，不是，是我们嘞，我操，我头痛啊，加里欧上路，加里欧是不是打不赢鳄鱼啊？茂凯辅助，他是小夜夜是不是啊？怎么那么无聊玩茂凯辅助啊？手抽是哪一张啊？你抽完玄女跟三郎不是三郎，三跟那个什么妖女还是什么三苦之类的，你就接下来第一抽就是手抽了。对啊，喵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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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对面组合还蛮强的，两只前排，一个刺客收头，然后一个也是刺客法师，偏刺客的法师，然后 poke 拉打，对啊，对面组合好像比我们还好，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前排坦克，鳄鱼在前面一定冲攻装，攻击装，啊，不过我们有刚刚上一场的维嘉，啊，上一场还蛮凯瑞的。轻型灯是辅助还是输出？其实看看符文呢，我觉得没有一定啊，就看我一直讲符文，看那个啦，看那个御魂啊，我觉得没有一定。三个勾玉的作夫童子可以吗？哎呀，等我写攻略，不要再问了，我要爆气哦。好，没有没有。三个勾玉，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、欸、什么叫三个勾玉？我会写攻略，我会写攻略，到时候再看一下 Facebook， 就写一个很简单的攻略，跟你讲这个游戏要怎么玩。手套妖刀机，现在后面又抽到酒吞，好，欧洲人，好，好，这么多欧洲人，行。三勾玉等于三星啊、哦，可以啊，三星的那个作夫嘛，你的意思是？点点点点点点点啊！哥，你点了我就牛逼了。差一点，短了点。我把他夹子拆一拆。你怎么不点他？他都这样走上来了。不太妙，不太妙。这个 AD， 他刚刚都想走上来普攻我了，不是还蛮好的一个点他的时间吗？好、oh, ，nice， 多打一下，哇，又多打一下，赚！感觉勾谁都没差。不过还好，他没交技能。
我是我们家 AD。其实刚刚那个他们应该绑我是最好的。那你怎么不交闪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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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波还行，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兵线优势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把这两个豆豆打完了就会。嗯，还行还行还行，这波，而且凯特琳什么都没了。刚刚那一定要卖哦，坏！你跟我讲刚刚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这刚刚那样，刚刚那些我没有跟他一起死，等一下我会跟他一起死，我等一下直接冲上去送，我丢了一个灯笼，然后直接闪现进塔。你干嘛？哇，不牛！凯特琳好像真的是蛮怕瑟雷西的，应该觉得瑟雷西真的烦。喂，我刚刚捡到头吗？哎，有哎，好爽！普攻，哎，因为我不退啊！啊，第一次看到战锤 A 到死的，他应该跑得掉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行行行行，再来再来再来，不要怕，我们等一下从头到尾都不退，再怎么劣势我都要打。哦哦，这一波死了，好猛哦！哇，多打了一下，拍谁？谢谢订阅，安安，你安安，我安安，大家都安安。你是小安哦？我们贾克斯持续的在发育当中，不过他现在是一个121的战绩，有点惨。胖子，你十二月是开了几天？好像有三天哦。
对方应该在江口，应该在后面。哇，没勾到。有点远，不过没上。都用我的，可是怎么只收到这个头啊？被晕到了，拖太久了。死了！哇哇，他还扭了一下，哎、欸，他骗到了。什么带逆风？刚刚是贾克斯跳进去吧？到底干我屁事？他刚刚自己一个非常冲动就跳进去了。这个人打法就是收线哦，就是这种 jungle 就是一定要打到头破血流的，他就是打收线的。哦，上路好像出事了。嗯，要跑、啊，真假的？可以去吃，你去吃。哇，结果也没支援到。我们这场好像要出个头戴，好像啊，不是头戴啊，那个魔锅，因为那个他应该现在想出什么那种加速装，然后直接开加速上来闪绑一波，然后靠那个巨人部队，对啊，感觉我们需要出一下比较好。要被大夫了，好，中路。啊，那卡利那个贾克斯继续在弄，持续的弄，91只 CS。希望他去找上路的鳄鱼。我想跑呢。别再推啦！别再推啦！别再推啦！哇！一个一打二，辛朵拉存活，辛朵拉在上，感觉可以推线，直接逼塔或带风。哦，他没眼哦。
我一个一，有虚弱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先打 AD 啊？为什么不先打 AD？ 哇哇哇！没事，他应该没到。会，他应该没到，他刚刚上路，上路应该大过。哎，我刚刚好像闪勾，我好像应该先闪翻哎、欸，怎么会先闪勾？老，哈，哈，哈，快跑，快跑。B 三，跳了一下，哇，被晕了，哇，好像出事了，好像出事了，哇，好像有点厉害，阿斯，就那辛朵拉是一打二、欸，哎呦，这个32个月感觉摸屎越来越邪了，好像不太行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怎么越来越邪了？谢谢订阅。哎呀，感觉我刚手中路守得到的。应该不会那么无聊去下大夫吧？他们有那么强？哦。哇！你直接 TP 这个，不是啊？哦，干嘛？哇！又冲进去了，不过没控制了。好，我要上去牺牲。虚弱，那、啊、拜托你王永坚，不是，你是永王玄。可惜啊。贾克是不会后退的，他好勇敢啊！453的战绩。小鳄鱼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没事，刚刚出事了。预示者，感觉可以打一波，他们应该会往左靠。
哇，咻一下就不见了。对对对对，他是不是去拿蓝？好像是哦，我压一下位置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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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就是我这一招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哇 ，BD 王 ，BD 王 ，BD 王，但杀！这BD 王看起来要死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波还是很赚的。尽管我最后应该可以用闪现跑掉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拿到了上塔。BD 王要一打二啦！哇，太神了！啊，枉费我们前面撑了那么久。我刚想说那个伤害应该啊，好犹豫哦。他飞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他很短，就没想到是我腿太短。那个卡莉丝又在干嘛？不要再做坏事了，卡莉丝。卡莉丝，卡莉丝，卡莉丝，卡莉丝。哎，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打分推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团战我们会打不赢啊。有人融化了，为什么我 AD 刚刚直接不见了？看都没看到。卡里西。好像可以打这一波哦，烦死了这个。哇！好，中塔应该掉了。我心口好痛哦！七秒，七秒，七秒！救他，救他，救他！哇，被晕倒了！哇，出事了！哎，鳄鱼怎么在上？我们是不是要被灌到直肠啦？等十四秒，十三秒。哇，太有闪！哇，我死掉，然后灯笼不见了。又一个月了吗？谢谢订阅。好，看起来这一场我们应该是又要再弄二十分钟啦。哎呦 ，TP 哦。哎，他如果这样打下去，他再差一点跳上来，哥哥，操他！我这边帮你们，我想办法。哇哇哇哇哇哇！
好，再弄。妈，真捡灵魂嘞！那个也过不去啊。想一下，我们应该要 BD 没了，我们团战打不赢，我们只能站塔下，看起来好像可以无打五一样。好 ，BD 这个 BD 漂亮，我们想办法守吧。如果守不住，我们也不要死啊，尽可能的争取时间。好，尽可能争取时间，我是说尽可能。哇，你他妈小丑！尽可能，尽可能！哇，你他妈小兵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换一很赚的。平时是不是跟我有那个啊？有，战争战争，好多小兵哦！啊，上塔掉。好，20秒大绝。鳄鱼送你一个助攻，哇！抱歉，鳄鱼没有助攻。现在下路兵已经爆了，如果我们这边有人可以出一个那个小虫屋，这样子应该会守得住。哇，这一个一打一的 match 看起来是完全被吊打。对方怎么有 GA 啦？好，加里欧上路。好像站正面比较有机会。好像吧。
我们把紫眼塞满吧。啊，不对，我紫眼满了。我刚刚是看错了，我刚以为我要第一个是洪水。哇！冒开一个 K 笑，卡里西，啊，我们找到卡里西了，卡里西。卡利西，八秒一勾，总会有一次中。哦，哇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我跟你讲，真的出事了。卡利西，来来来来来，是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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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帮你加盾，我帮你加盾，我帮你加盾，是啦是啦。是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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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怎么进来了？哦，没事。哇，家里 BBQ。八秒一空，反正八秒一丢，总有一次会中啊。不很简单道理吗？这可以吃吧？又想贪心，老王又想贪心了。不过我们好像还是打不赢会战，我们的组合天生就烂，就跟我玩阴阳师天生就是个非洲人一样，是臭阿卡，这组合就是打不赢哦。他们直接切中了，你小心哦，你们。这个鳄鱼站侧翼其实没关系的，然后我们中塔爆是没关系，只要这个兵营可以稍微打一下就好了。刚没有人冲啊！我撑着，我搞到了。然后我们家 AD 怎么死的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后面后面后面，晕倒晕倒晕倒，闪现，再 Q， 八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好痛。肉太少，中到我肉，哇！啊，好痛！哦，哦，啊，好痛！妈！哎，我们差100块就可以买那个魔锅了。直接偷插了一个眼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真的好痛，哇操嘞！
咱死亡之矛可以购买。刚感觉那样打起来还是超危险的，因为我们后排被冲得很严重，一个死人，然后一个跑回温泉。因为我刚刚有勾到那个 AD 才赢的，不然等一下感觉打起来，如果勾不到 AD 的话，还是要以哎。我们那边。我贪心，我贪心，一次两个，双飞啊，不，这个双杀，哇，我是不是有点？算了，不要吹捧我自己好了。欸、我好硬哦！我的天啊，为什么我那么硬？祝你和观众圣诞及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森可可，谢谢你也新年快乐。哎，今天好像是老板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，应该是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刚好 Facebook 今天滑到的时候看到，哦，好痛啊！我们这个巨龙好像要守下来，38秒，这个大龙，哒哒哒哒哒哒大龙，这叫什么龙啊？远古巨龙是不是？我已经忘记它的名字叫什么。不是啊，为什么你们扛着那个鬼东西啊？哎，好像赢了。好，抱歉。为什么要打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神经病哎、欸！居居，哇！你看。这游戏呢，我跟你讲，看我实况台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就是我们从头到尾都不是靠操作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。